有乜感受啊？好惨啊！你觉得佢哋好惨，你好惨，你边个好惨？即系有种好似离别嘅感觉，即系好似同呢套剧离别咁嘅感觉。我其实反而我见佢哋喊，我觉得好可爱嘅，唔知点解，因为我会觉得系即系，因为佢哋仲好细个，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证明大家都有摆一啲真嘅感情落去呢一套剧，即系大家都好重视呢一套剧，咁就会觉得。即有少少似真係中學咧，我哋中學大家即可能一齊相處咗六年，跟住要畢業啦，咁就會有好多回憶喺心頭咁樣，咁就即睇佢哋喊咧，你又覺得啊，原來佢都有付出真感情喺我哋度咁樣。咁我見到佢哋兩個喊，其實我自己又好心痛嘅，因為我覺得我哋嘅感情其實係比普普通通呢一套劇更加長咁。我哋見到我哋成班人嘅，即係 Chantel 同埋 Wendy， 見到佢哋唔開心，我哋自己都會自然唔開心。咁我係咯，見到佢哋企咗喺個 corner 度，咁樣 Aska 同 Sherman 喺度講翻我哋一啲回憶，我就已經即係忍唔住，我要即係即刻攞啲紙巾遞俾佢哋，咁樣即係安慰一下佢哋，即係唔想大家見到佢哋唔開心嘅一面咯。但我覺得佢哋嘅眼淚係開心嘅喎。即係佢哋係好感動嘅眼淚咯。我覺得他們是我們星夢即是幾個最厲害的一班，因為他們又要回全日制的學校，他們每天即是好像被人，還要他們這麼小的，好像被人突然拉走了他們原本應該有的一些可能青少年的一些生活，去突然擺入了一個劇組裡面，他們又每天都好，又要上學，又要出來拍劇，跟著我覺得他們是好犀利咯，即系 endure 咗咁长嘅时间，同埋同我哋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好，系啊，我觉得佢哋好犀利。